Crosspay 共黨名校唔玩，出版社唔認洗腦，全部好誠實，李鵬係我哋最偉大嘅領袖。嚇、啊，攞錯咗，方言豆沙包。Yo， 要洗腦唔使高科技嘅，讚讚，用佢啦。之前報道過呢本由商務旗下香港教育圖書出嘅新理念中國歷史第三版第三冊，唱好中共不特止，仲竟然要學生扮共產黨，用說之以理、動之以情嘅方法，又需扮國民政府嘅人嘅同學仔加入解放軍，之後仲要匯報受同唔受嘅原因，咁玩法被批評有到學生投共涉嫌洗腦啊！教育圖書唔認啲指控，話活動冇隱含意思，又話中共反敗為勝，其中一個原因有大批國民黨員被遊說加入中共，個活動係要學生代入當時嘅歷史場景，唔係依家嘅社會實況喎。又話問題冇既定答案，係想提升學生溝通能力同批判思考啫。咁下年會唔會 delete 個活動呢？就冇答啦。不過屯門觀眾真係理鬼你啊，決定唔玩個 cosplay， 覺得活動有問題，未必啱教學宗旨，仲話有啲書係有沙石。至於本書係三面紅旗，文革同六四冇講死幾多人，學校就話老師會同學生補充返資料㗎啦。另一間名校南北就話會檢討出年中三係咪會用呢本中史書啊。